师傅您好，我要看一个82年属狗的小女儿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？82年属狗的是吧？是的。哎呀，忧郁症啊，自闭症啊，脑子出问题了，听得懂吗？是的。很害怕，晚上嘴巴会自言自语。是的。过去很好，这个病不是生出来就有的，是半当中出来的。是的，10岁以前很好。一个老伯伯在他身上，瘦瘦的，眼皮耷落下来的。老伯伯。老伯伯，男的。男的。你有没有过世的他的爷爷啊？是的，他爷爷。是不是很从小很喜欢他呢？没有看到过他。没看到过他。有没有外公啊，或者其他的男的，有没有老婆过过去领过他的，或者对他特别好的？没有，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正好我公公他去世。有没有隔壁邻居对他特别好的，年纪大的过世的，年纪大的老婆过有吗？没有。你想一想，这个老伯伯他那个头发是不是很少？白的，很少的。那就是他爷爷。是不是眼皮有点耷下来了？眉毛还很长的，脸呢不大。是的，我看得很清楚了。是的，那就是他了。个子都不高。是的。看见了吗？穿得很朴素的。是的。一色的。是的。好了，他这个在他身上，那要念多少小房子？他说他死的时候很痛苦。是的，他是肝癌。他说他死的时候放不下一个人，你应该知道放不下谁吧？他儿子要的是。对。谢谢师父。我告诉你好吗？好的。你现在要给他念78张小房子。我已经念了800张了。800张啊？对。我告诉你，再给他念78张，先把一个马上要接近的障碍先把它去掉。好。因为他很快又有一个大麻烦出来了。好。他经常会抽筋的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搞他一次他就会缩短寿命，所以灵性在身上，你们千万不能把灵性放了很长时间，要很快的去掉。如果不去掉，他只要让你抽一次筋，或者像人家说羊癫疯一样来一次，你就缩短寿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现在主要是这个老婆婆老跟他在身上讲话，他所以经常会害怕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躲在你们家进门的左面的一个房间里面，进门的左面，有时候离开他的时候就在那个左面进门的房间里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的客厅是正门进去的，在正前方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师傅给他怎么做功课？功课一直念，像这种病已经在身上了800张以上，但是我刚刚说的要70几张啊，76张是吧？78张，就是说让他最近有3波抽筋去掉，不让他先折寿，听得懂吗？谢谢，我知道。就他每天的功课，我怎么给他？这是你的爷爷，这他的爷爷，这是你的谁啊？我的公公。你的公公是吧？是的。我看看你对他好不好啊？问你。他说了，过去最早的时候你对他很好，后来对他很不好，赶快忏悔吧。他笑啊，赶快忏悔吧，欺负他到后来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他说他托过你梦，你做梦做到过他了。他死掉之后有一次压身，就是你浑身不能动，
感觉有一个影子在压住你，讲不出话，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大家看见了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人和灵性非常的接近的，你不好好的修的话，它就上你身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现在很简单，你欠他的也很多，先把女儿搞，让你难受，等到女儿搞得差不多，他就搞你了。你现在赶紧念吧，800多张，我看这个小房子质量有点问题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知道。最好自己多念。是我、啊、都是我念的。你呢？对。那你小房子念的质量有问题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吗？好的，师父他每天的功课我要给他怎么做？每天功课嘛，你就自己给他大悲咒啊，7遍了。我现在大悲咒是给他念21遍，心经49遍。大悲咒给7遍，心经念21遍，然后礼佛每天念5遍。好的，明白吗？好的。台长，今天给他看了，一定他得到加持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会好起来的。谢谢师父。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吗？明白了吗？你看他现在清醒一点了，我可以叫他公公，叫他的那个爷爷先离开的呀。谢谢。叫他正常一点啊，不要怕啊，跟台长讲几句话好吗？啊，不要怕，你好吗？他不大肯讲话，你好吗？很好。你怕不怕呀？不怕。哎，你知道台长会帮助你的吗？会。嗯。你愿意不愿意叫这个老伯伯请他离开以后你能够更好的生活呀？你愿意不愿意呀？愿意。啊，他也没弄你，但是你自己的心呢也不要去恨他，否则的话他会不开心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，他是不是经常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他就来看你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了，你就好好的帮他念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像他这种你大不了1800张小房子，台长包他好治这种病。谢谢师父。台长来讲小菜一碟。谢谢。好了啊，还要放生啊，再放生啊，你不要太凶啊，忏悔，你要忏悔。